我想住在这里，我不想离开，我不会再说你是贱人啊。如果你家人担心的话，那又怎么办呢？我打过电话到警察局，他们叫我赶快带你过去。你要雇佣别人，你现在赶我走，那我怎么办？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啊？那什么，找到妈的首饰了。妈的首饰？其实我委托了私人机构，这次从别的地区找到妈的东西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综合台，强花与红莲。